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na。今天我们要来开箱蓝光版小宇宙。我昨天在直播上面开箱过我朋友的，然后他抽到的是 JK 的卡。我们今天就来看我有没有这个荣幸可以抽到志明的卡，蓝光版小宇宙。然后那时候我还跟我朋友说，不要用美工刀割开，用手撕开。然后他就抽到本命，他的封套是都长得一样，但他的封面是不一样，封面是长这样。背后是长这样，再看一下里面的内容物，明信片，就它是用相片纸比较好保存。R M 金 Sugar 以后志明海恒 J K， 质感超好，这解析度很高。接下来我们来看蓝光的 DVD， 不知道拍不拍得出来，但这边有那个星座的那个图样。做的像气球一样。接下来我们要进入重头戏时间，小卡子在这里的想个办法，能不能先翻给大家看？小卡在哪？哦，在这。啊 ，OK OK， 我这样子一二三给大家看，我自己也看不到，紧张啊！一、二、三。可以办抽奖了，各位，好扯哦！谢谢大家 ，Come to me， 让我搭上这个本命列车。我们来看一下 photo book， 封面是长这样，然后背面长这样。photo book 里面的照片其实跟一般版的是一样的，蓝光版的是把照片都组合在一起，所以它的页数比较少。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一般版的 photo book， 然后每个成员图片比较大，蓝光版的就是。片不小，再次安利，第三次安利大家，大吹打的舞台，全员大吹打舞台真的很好看。然后我也很喜欢开场这一套。综合来说，小宇宙的造型我个人都超级喜欢，我也很喜欢它这个封面。那今天的开箱影片就到这边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期待我们下次见，安妮哦。那如果想知道更多资讯的话，可以追踪我的 IG。我现在这个心情很愉悦，抽到志明了，我马上跟我朋友说。因为他是抽到 JK， 然后本命也是 JK， 然后我抽到志明，就是非常棒的结果。